城市苏醒，人们都还在贪睡。围绕着百姓餐桌的我们，工作不曾停歇。清晨，从海拔3000公尺穿越到海平面，唤醒北纬23度半亚热带气候的嘉义。嘉义yummy，泉水灌溉，透气土壤，丰沛水气滋养生长，云雾笼罩，低温所香，远近驰名的阿里山，是甘醇美味的高山茶。嘉义yummy，而出类拔萃，一枝独秀，是顽固的阿拉比卡，在日夜温差极大的阿里山，孕育出世界级的高分评价。嘉义yummy，近年在阳光洗礼下，让新的伙伴找到更适合的家。极光哈密瓜，这是宇宙独特的1/16，送给嘉义最好的礼物。嘉义季风迎面吹拂的嘉南平原，土壤丰润的微量元素，余温下的世界是一座自在幸福的生态圈。嘉义yummy，丰富的矿物质随着溪流冲刷而下，浮游生物滋润着令人垂涎欲滴东石的肥美鹅啊，在夕阳璀璨的光芒中，成为天造人设如此和谐的装置艺术。嘉义